今天住的是安琪的家。来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是住 A203，现在用密码锁，很方便。来看一下房间，这边现在等一下来看看家，都厉害你啊，然后今天摸，从我小啊，我这个啊，这高音啊，啊，这就是妈祖，啊，这有大，这妈祖的民宿就是怎样呢？有多大斤？无啦，无讲做大斤的，台湾讲做大斤，来大斤倒位去，我唔知啊。加加嘛一平尔。哈哈真的黑黑的是他喷的墨水啊！哦，哎呀，对啊，还蛮特殊的，蛮奇特的钓法。哎呀，而且是吸引很多种鱼会过来吃，这边聚集。它那灯有特殊的灯吗？那是一般水灯啊。哦，一般水灯。很多都有卖，但我们还不够亮，我们这个还不够专业。哦，那有的专业的就是哦，一下去就整个就很亮、哦、就看得比较清楚。嗯，我们这个因为老了旧了有点年龄的是、有点年龄就可以。他们灯都是三四千块的哦、嗯、三色灯、嗯、有三种颜色可以调整、欸、那颜色会有差异吗？有啊，它聚的、那個、白色是就是通用哦，白色通用，绿色就是几乎就是小卷，哎、欸，然后红色是那个白带，哦，红色是白带哦，然后蓝色，这是这，蓝色是鱼。看啊，我这个过程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有三只，那是什么？小卷哦，嘿嘿，因为刚从那边冲进来，就是我刚刚看那三只比较大的，嘿。我、哦、那这眼明手快呢。对，他没有注意啊，我没有注意一下就那个。嗯，不是因为现在小鱼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嗯，之前我们在钓的小鱼就很少，哦，很少这么大只，所以说一有看到就可以注意。现在太多了，然后一下子，然后白带鱼再出来就那个。那我一下没有注意力就。对呀、啊嗯，我上个礼拜去东引环鸡啊，嗯，东引环鸡在钓的。啊，这，快走。激动，过去了。它在里面啊，它、啊、又不出来了。跑进去了。等一下。不出来。你要不要先去杆子？嗯。嗯，好、哦。还好，等一下。不出来。对。啊，它就这样绕一圈，绕一圈，一直绕。你看这个河图哪里？哦，那只是什么？乌鱼。刚刚那只乌鱼。好，乌鱼啊。小只乌鱼。啊，这来了，哦，过去，他又不出来了，有，中了，有吗？中了吗？中一只，哦，这比较深，中了，中了哈，又中了，哇，这次也蛮，这次比较大只一点，小卷，什么死？哎，还有，断掉的哪一个？刚跑一只过去。哎，我这个也会叫得出来，这个上来。怎么了？这线啊、哎，在你旁边，一只。这只没关系，这只小朋友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断掉的线吗？应该是。哦，哇，好多、哦。两只，过来。断掉的线。在这里。对，很深，我这很深，没事。哦、这也要眼明手快。真的。我们这种路，而且那个。
角度要抓对，嗯，所以要慢慢练习。我刚学的，我大概串十次左右。哦，我在学的是重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对，他是高手，真的哈，是高手，就是高手。所以你今天来跟高手学习一下。我有人串一次差不多，串五次就串到了。给主席你再放出来。主席。他不是有试卖的吗？我不知道嘞，我没有看。那他那天回归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。他们钓了十几只了吧？不止了，不止了。你看，你的杆子都伸过来了。他也要用串的。哇，这就是人家打浮标断掉的线，竟然被我勾上来。他在吃鱼啊。哇，它冲很快哎！刚那只用漂移的方法，来，没事，他在追鱼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哎，没中，没中。哦，那旁边有一只那边呢，小卵过去了，方向不对，对，方向不对。哇，中了，哦，真的厉害。厉害！我没看到就中了。技术越来越厉害。看黑影就开枪。对，真的是。你被那个。技术越来越进步了。真的。厉害哦。然后技术本来就很好了，好师傅了。来，在前面而已。你过去，你先走，你先上，我后面补枪。不要扯。哦，厉害！很下面，你看很深做到了，你看看，技术越来越厉害。哇，小墨鱼啊，小墨鱼，好可爱哦，好小只啊，戳到眼睛了。哎，我是大只的，对。不玩呢，对，这里，跑很快，没事，因为这都很深，它可能要绕一圈，对，你可以调这个没有，这个尺度可以调，慢慢来，中了，我靠，你这个天分太高了，来等等我来拍一下，来，好，照个灯，好的，啊你要哪，好。OK， 靠你这样子，哎呀，好好玩，好好 OK， 好，这次，方向不对，这样，一会儿要往回了，在你后面，那这样过去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啊，没有，没事，正常的，对啊，现在就过去了，好，好，走，哎，不行。方向不对，对，方向不对，哎，欸，他好像在后面，等一下，哎，欸，竟然又没中，刚那个角度还不错，竟然没中，哦，这真的眼力要很好，嗯，不行，它太深了。那你线给它放下去一点，哦，放下去。对，过去了，放，哎，太深都比较不好看。对，太深比较那个，太深是凭感觉的了。对，哇，真的高手就来了，中了，高手还是。不过他中前就上面的啊。哦，是他要。是钩子多了一倍的，因为我那个钩子杆用那个聚浆了没有，所以它全部打结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们这种就八门而已。啊，哦，它这个还有分级。
哦，我们看到一个高手正在抓小螃蟹来当。那这位高手，哦，真的很厉害哦。那我们看他的收获如何哦？看一下哦，哇哦哦，超多只，哇，高，怎么那么多？超多的。哦，超多的哎，这是什么螃蟹啊？哎，这里那个有蚵仔卡蛋也可以手去用掉。哦，这是我们准备来这边钓的饵料，因为在马祖是买不到活饵的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哎，哎，不一样的哦。哦，这是黄化种的哦。哦，哎呀，变种的。哎，这有猪螺呢。有啊。哎呀，哎，很多种哎。你看我黑的不？说不定可以找到鲍鱼。鲍鱼。哦。鲍鱼，这是猪螺，哎，这个也是不错的，可以吃的哦，炒起来还不错。那是什么？哦，哇，好多蛋菜哦。重点不是蛋菜。哦，重点是什么？螃蟹。这位大师，哦，是螃蟹啊，原来是螃蟹。哎，还有猪螺，捡几颗。猪螺。出来啊，出不来就不要勉强他了。我们上身有啊，硬要把它出来，硬要把它出来，对不对？他那对身体不好啦，到不了他里面脚。哦，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他出不来就算了啦。哎呀，哦，有海虫哎，还有吗？有海虫哦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有海虫哎，海虫也是不错的饵料咯，看一下咯。哎、啊，真的呢，哇，海蚯蚓，这是圣品，男人的圣品，这可以吃吗？不行，来啊啊啊啊，赶快赶快来啊，圣品的啊，再把它放进去好了，哎呀，哎呦，竟然还有海虫哦，这样不错呢，这里生态好好哦，本来想说马祖生态好差。结果竟然还有那么多的小螃蟹，只是爬虫类，真的爬虫类，爬虫类生态好，你说那个鱼类生态不好就对了。OK OK， 啊，该翻的石头都被你翻过了。好的，嗯，翻过了之后把它恢复原下原状喽。哎呀。哎，让他们继续可以躲藏。哇，刚刚抓一些那个饵料的小螃蟹。饵料的小螃蟹。我们晚一点，要来港内打黑钓。